Interesting facts about hedgehogs. 刚才猜了一个关于刺猬的谜语，所以我们干脆就来多了解一些关于刺猬的 fun facts. Okay. 哇，那么多刺猬。Their coats are thick and spiny, which protects them against predators such as the fox. They are often compared to pin cushions. When they feel alarmed or imitated.Intimidated. Curl up into a springy ball to protect their stomachs, faces, legs, and bellies, which has no spines on them. Yes. 你看它这个部位是没有那个刺的，它那个刺都是长在这个靠后背的部分，所以一旦它们感到受到威胁了，哇，可能有敌人要来吃我了，它们就会卷起来。然后把自己这个柔软的部分藏在这个带刺的那个表面，这样比如说狐狸啊那些东西就没有办法进攻它了，因为一碰它就知道啊好疼啊，是不是？嗯，那人那个下面那个图片是有人，应该是一个大管子立到那个高 house 里，然后从一个 window 上把这个给架起来，然后倒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一个是喂那个 hedgehog， 对，有人专门在野外放了一个喂食投食物的东西，然后你看他们成群的来吃，有一二三四五六只对吧？嗯，六只 hedgehog， 还有一只大的。你从那边远处看还是蛮可爱的，是不是？是的。但是如果真的让你手去碰，那就别了，因为毕竟它那个上面是有刺的。那如果你自己有一个那个 pet 的 hedgehog， 我没有听说过谁会养这个刺猬当 pet， 也许吧。可能一些对生活在野外的人，他会有这种 sorry externally idea， 嗯，有一点 externally， 嗯，我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种动物，我只看见过一次，所以什么时候？小的时候，所以我对他也不是太了解。那你觉得他是不是远处不碰他的时候看着特别可爱？啊，对啊，就是你看着他觉得也蛮可爱的，是你看着也有点可爱的。嗯，但是我不敢碰它。对，是的，我觉得确实不敢碰它，谁都不敢碰它。Now this is quite something. Each hedgehog has about 5,000 to 7,000 spines on their bodies. Wow. And each spine only lasts 1 year. After a year, it drops off and a new spine grows.哇，这跟人的头发似的。是是是。所以刚才那个谜语里面说它有1000根针，其实还不止，就一只刺猬它身上是有5000到7000根那个针，对吧？所以就一个针那个不隔一下就有一个针。是的，而且它这个一根针它只能在身上大概留存1年的时间，然后就跟头发一样，然后到时间了这根就掉了，然后新的它一直在持续的长，所以世界真奇妙，世界真奇妙。嗯 OK， these are some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hedgehogs. Bye bye Peace.